齐林又来看你是吧？雨诗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走吧，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你就走，你就这么厌恶我吗？ 多一眼都不愿意看，那你为何还吃我做的饭，穿我做的衣裳？站住！你对雨诗姐姐这么过分，骂几句还骂不得？齐烈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还没骂完，不许走！等什么等？想打我啊？行，你骂吧。 要骂就骂个够！你以为我是在骂你，秦烈？我真是忍不了了。我从未抱怨过你对我的态度，可昨夜我以身相许，你居然还推开我，今日还能若无其事地站在我面前，你让我怎么忍？说话呀，说！我说什么？要不？ 他杀了我，要不我杀了我自己。齐烈，你家前门失火，后院进贼了，快回去。HEE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